大家好，这里是瑶瑶。今天我要为娃娃贝拍摄的一个视频，就是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新搭的一个河，一个池塘，一个人工池塘。然后呢，先把这个人放一边去。我不会把这个池塘给拆了，因为拆了然后再搭会有点不方便。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它的内部结构，然后大家就会搭了。就是呢，它底下是用一个4×4的，然后两个4×4的，并且是蓝色的底板给铺成的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上面这边还有几条1×4的，我数不清是几条，好像3条还是2条的。接着上面再这样铺上一点那种透明零件，为了制造出像水一样的感觉。它其实一共有2层，就只有2层这么少，就为了制造出水一样的感觉嘛，是看上去很像水，并且是这个水很干净的。好了，然后外面还有护栏。以免你掉下水去。然后围一圈护栏。上面还有一些花，为了我感觉是想要造那个荷花的样子，但是明显不太像荷花的样子。然后呢，再放一个人偶，可以假装去洗脸，可以假装看荷花，反正还可以，你自己想去吧。还可以跳下去。刚才我手遮住了。上面还要有一些1×2的蓝色的这种的板，而且不是透明的。这些蓝色光板你们家里可能没有，不过你可以用这种不透明的板来代替，虽然效果没有那么好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家里呢有一大包这样的零件，你看，这么多，是不是很多？好了，然后呢，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，不是为了炫富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。好了。这里是瑶瑶，这是我为 YYBreak 拍摄的一个自己搭的一个小模型的视频，拜拜。